哎喂，可以听到我吗？Can you hear me？可以行啊，OK，那我们来开始学习。新的一周啦，New Week，这个看一下啊，这个我们要学的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我们还没有学，开始，等一下。这个称呼的，我们来开始学一下。比如说，这个词语，这个 grandson，孙子，对，孙子，或者女的话就孙女，对吧？这个没问题。这个词语呢？这个词语呢？relatives。亲戚。对，亲戚啊，亲戚，亲戚，这个要学一下这个，this one，双胞胎。对，双胞胎啊，twins 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个呢，这个呢。婴儿。对，婴儿，baby 啊，baby。这个要学一下这个词，adult。成年人。再看一下。这个呢？这个 manager，这个词。经历。对，经理啊，经理。还有这个 colleague。同一个，同学。对，同事。哎，那个 classmate 呢？classmate。classmate。学是，生。同学。同学哈，学学，同学，同事 colleague。同学 classmate。好。这个 office 再来读一下，办公室。对，办公室办公室，再看一下，这个 neighbor，邻居。对，邻居啊，对了，这个是邻居，这个我们要学一下，这个，这个 happy，这个，快乐。对，smile 呢 ，smile，这个，smile 是笑，对吧？笑，微笑。对，微笑或者笑都可以啊。还有那个，cry，哭，对吧？哭，可恶哭。哭了，哎呀，我哭了，还有这个 bored，boring，I'm bored，it's boring，无聊。对，无聊，太无聊了，无聊，好，这个 nervous 这个词语，为什这个 is nervous 这个，那听不到你了。紧张。对，紧张，对，紧张，这个 confident，这个 confident，这个，我听不到你啦，你那边 internet is not stable，继续，继续。对，自信啊，自信，好刚才我们学的那个哭哈，cry，哭，哭。哦，这个要学了啊！好了好了，这个啊，那怎么说？
打哈欠。对，打哈欠怎么说？怎么呢？啊，这样打哈欠是吧？打哈欠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学一下这个词语。这个是，哦，毕业，对，毕业啊，graduate 毕业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哦，retire 这个，对，这个是什么？2 2 2对，退休啊，退休了啊，我爷爷退休了，对吧？跟 the father 退休了，your grandparents are live is your are your grandparents live with you together？啊，没有。没有啊，他们。没有哦，他们在 countryside，对吗？How many times a month to visit your parents, grandparents？多久呀？4 days。哦，这么多吗？Every week，对吧？可以啊，that's good，that's good。可以，好，这个 party 啊，这个多一点 party，聚会，对，聚会是 party 啊，聚会，这个呢，festival，节日，对，节日啊，节日，节日，对对节对日。，yes，yes，还有。这个呢？This one，礼物。对，礼物啊，对了，礼物。哇，这个是 Christmas，对吧？哦，圣诞节。对，圣诞节啊。再看一下。Thanksgiving。感恩节。对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，这首歌，感恩啊，好，再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 baby 的，婴儿的。啊，这个怎么？哦，真的。对，这个是读什么？T 恤。T 恤衫。T 恤衫，对了，T 恤衫，还有这个 skirt，这个。裙子。对，裙子啊，dress 就是很长的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呢，这个 backpack，背包。对，boy 背包啊，来看一下哦，这个 raincoat 这个，用于对于啊雨哈，雨啊雨衣啊雨衣，对，这个是读雨啊，汉语的雨，要不汉语也是读雨啊。好，summer。夏天。spring 呢？spring。我冬天呢？吃温春啊，吃温春。春天。对春，春天。对春天啊，春天。啊，这个 autumn 这个词语。秋天。对，秋啊，秋，还有这个 winter 呢？冬天。对，冬天。OK，春夏秋冬，对吧？
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 scarf，这个，Waiting，Waiting。围巾。哎，现在乌兰巴托冷吗？Cold。现在乌兰巴托冷不冷？It get warmer in 乌兰巴托？Colder。哦，还冷，还很冷啊，还很冷。OK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锤，标识。对，标识啊，标识 log，标识。再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要学的，这个 slippers，脱线。对，拖鞋啊，你在家穿拖鞋吗？At home，at home take 没有，没不有。穿拖鞋吗？很冷，对吗？这个，night wear，睡，对，睡。对，睡衣啊，是为睡衣。还有看一下，哦，这个东西，对，这个，灵感。对，领带啊，对。领带，再看一下哦，这个词语啊，pocket，口袋。对，口袋啊，口袋，哦，这个 business suit 啊，这个东西，西装。对，西装不舒服，not comfortable，对，不舒服，哎呀，这个 leather shoes。这个东西，噔噔，对，这个皮叫什鞋。么？皮，这个是皮鞋，对，皮鞋，穿皮鞋。你现在是 high school 对吧？Need to Well, school uniform? Yeah. 哦，也要，不喜欢对吧？I don't like 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那个 T-shirt，这个我们不看了。socks 是读什么？pair of socks。这个，这个，那个啊，袜子，对，袜子，sock，socks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东西，好，等一下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袖子，对，袖子，你像那个是，这个叫长袖，长袖。那这个叫短啊，那么只有到这里的短袖，短的啊，你看这种就没有啊，无袖啊，无袖，sleeveless，没有袖的啊，无袖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gloves。对，手套啊，对了哈，手套，对，手套，然后这个 handle 这个词语，对，handle，柄，handle 对，柄，再看一下。这个要学一下啊，这个，这个 necklace 这个东西项链。项链，对了，项链，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呢，这个，这个东西，这个。
rain, rain。对呀，你看到吗？这个，对，这个是戒指，对吧？戒指。对，戒指，这个是耳环 ，earring， ring， earring， 耳环，嗯，好，哦，你看不到了吗 ？Can you see the screen？ Can you see the PDF？ 是 login， OK。login 那个。耳环。How about now？ 现在呢？How about now? Okay. Okay, 这个 worried. Worried. 这个 worried. 钱包。钱包，那可以。包。对，钱包可以。这个词 handbag。手枪。手提包，对吧？手提包。现在你用的是什么？这个书包，对吧？书包。对，你用的是书包。哦，这个东西要学一下，这个东西，这个。对，这个叫。鞋跟。对，跟啊，鞋跟 heel。你像这个 high heel， 叫做高跟鞋。高跟。对，这里。高跟鞋啊，高，对，高跟鞋 ，yes， 高跟鞋，再看一下，这个词 cut， cut， 剪。就比如剪头发啊，我去剪头发啊，剪头发，还有这个词语呢，这个 client customer， customer， 顾客，对，顾客啊，顾客，这个是顾客，你 how long have 不 ，how many times， do you need every do you need to cut hair every month or no 2 months a week once 2 months 3 months 2 times a month right?Or just once a month, the cut cut hair, or once 一个星期啊不一次，对叫一次啊，差不多，每个月要去剪头发，对吧？剪头发，然后再看一下，这个炫酷。洗发水，刚才剪头发的吧，剪刀，对，这是剪刀，再看一下，我们是短发对吧？短的，短，对，短的 straight 的对吧？我们，对，我们是短直发对吧？很多外国人的话是这个卷发，卷发，这个叫秃顶对吧？秃顶，对，你爷爷秃顶了吗？你爷爷 ，grandfather， 没有，你爷爷没有秃顶，你爷爷多大了？
你爷爷多大了？我到啊，啊？七十啊，七二，十。How old are you? How old is your grandfather? How old is your... 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这个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有70岁吗？有70岁吗？你爷爷？70 years old？有吗？哦，差不多，对吧？About，about，耶！再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 color 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个 god，这个，那个什么？金色。对，金，对，金色，对，是的，金色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 gray 呢？这个，哎，这个不是。灰色。你这个不是这样吗？对吧？不对哈，gray，灰色，灰色。对，OK，来看一下这个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，啊，这个，eyebrow，哎，不知道燕妮。对，啊，不，眉毛，呵呵，这个还没有，眉毛，眉毛。对，摸一摸眉。眉毛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 makeup，makeup，化妆，对，化化妆，妆。对，化妆，化妆，那要再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 face pack，哼哼。这个，this one，这个面膜，面膜，对，你能听到吗？这个，this one，哎，我听不到你了，你那边网络不好，poor condition 呢，不，poor connection。面膜，Hello，面膜，面膜，对面膜，哎，do you use 面膜，face pack？no，不用，那你妈妈用吗？你妈妈用，你不用，对吧？我也不用。会用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 perfume 这个词语，这个，这个的话叫做，哦，这不个，需要，对，先去，先去。对，香水啊，这个香水很香啊，很香，香水 perfume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这个，wait a moment，好，这里，哇，这个要念上，我们看一下，比如说，这个 golf，歌手。对，歌手，再看一下这个 chord 呢，这个，这个，感冒。对，感冒了。fever 呢？get a fever，搞起 fever。发烧，发烧。他说，哎，可以呀、啊，你的汉语 ，nice，可以呀、你看到了，你这里有，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个词，
印在船，啊，船板。对，船了。哎，这个，来，allergy，过敏。对，过敏，啊，对了哈，过敏。我们再看一下。这个嘴，呼吸。对，护士啊，这个 patient 呢，这个嘴，this one，患者。对，合完患者，对了哈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个 appointment，预约。不对。这个预约。对预约啊，你要记住，这个是读预啊，预约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看一下好的 injury，这个词语，这个。腰上。对，咬伤啊，咬啊咬，比如说被 snake 咬了，被狗咬了，对吧？被 dog 给咬了，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 sunburn，这个，想想。对，是晒伤啊，对了哈，晒伤，这个呢，这个是 accident，事故。对，事故啊，事故 accident，事故，这个也很重要啊，这个 wood，这伤口。个，对，伤口啊，伤口，好，这个没问题哈，再看一下，这个要学一下这个 first aid box，就像。对，急救箱。哎，我家没有，I don't have this in at home。你家有吗？Do you have？没有。没有。少啊。再看一下。哎，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，operating，手术室，对，手术啊，手术，operation，哎，这个 injection 呢，这个，注射，对，注射或者是打针，对吧？打针，打针。对，打针，injection。对呀，对呀，再看下别的，please，这个词语很重要，clinic，诊所，对，诊所，去诊所，如果是小小的病，对吧？我们去诊所，很严重的病就去医院，hospital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学的啊，我们 review 一下。这里，这个词语 relatives，亲者，对，亲戚啊，戚，亲戚。对，亲戚。亲戚哈，再看一下，这个 adult，这个，成年人，对，成年，成年人，对，成年人，这个呢，click，通讯，对，同事啊，对，同事，同事，这个，office，这个词，
办公室，Office 是办办公，公区，办对公对区。对，办公室啊，对了啊，这个词也很重要啊，就是我们哇，邻居。来邻居，邻居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 smile。欢迎。Smile，我微笑微笑。笑对，cry 呢？cry，cry，该哭。对，哭了，对，我这个很像啊，哭了，对，boring 呢？bored，哦不，无聊。对，无聊，这个也学会啊，太无聊啦，it's boring，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。好啦，这个，大家好，见。对，打哈欠，啊，这样打哈欠对吧？打哈欠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，little，little，two。对，退休了，姨奶奶退休了，爷爷退休了，party，present，gift，叫什么？这个送礼物对吧？对，好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 spring 是春天对吧？春天，spring，对，春天，这个要学，这个要学，这个是，拖鞋，对吧？拖鞋，拖鞋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衣服的这个pocket，口袋。对，口袋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口袋，袜子，socks，对，袜子，这个是 sleeve，袖子对吧？袖，对，袖子啊，袖子，对，袖。是。手套 gloves，这个 ring，接生，对，戒指接啊，对，戒指，这个戒指，这个东西叫鞋跟，女孩子的话穿这个高跟鞋，对吧？高跟鞋，好，高跟鞋。高跟鞋，OK。我们明天见。See you tomorrow。明天见。